大家好。首先，其實因為有我就有話中醫撥依張輪椅，有依張輪椅就可以令我感受到好多嘅我。咁由於我嘅四肢控制唔靈活，咁父母又希望我可以自主咁出入，於是就買咗依部電動輪椅俾我。咁好多謝治療師去物色電動輪椅，去因應我嘅身體需要去進行改裝。好多謝攝影導師，佢花好多心思去幫我喺加添好多唔同嘅配件，去喺我張輪椅上面可以安裝三腳架，去等我可以用相機更加穩定去操作去進行拍攝。更加要多謝我嘅畫畫老師，佢唔嫌辛苦去捧住幅畫，去上下左右移動，去俾我去容易啲去完成我嘅作品。最後我要多謝大會舉辦呢個比賽，去有一個平台俾我哋依班有需要嘅朋友去發展我哋嘅才能，俾其他人欣賞。多謝各位。